什么推客？又宽又大。不要太鸟屎了。化个淡妆吧，然后随便点开一首歌，提醒自己这个时间5分钟这样。终于在6:30的时候出门啦。早上的风也很舒服。早上的阳光真的是最美好的了。你昨天下雨了吗？对吧？下雨了以后天气就很好。大概提前了快1个小时到，然后现在给我师兄师姐买一点早餐，麦当劳。其实我已经吃过早餐了，但是既然师兄师姐要吃麦当劳，我突然就有点想吃麦当劳，然后就顺便买了又一份小小的早餐。吃饱了有力气了，真的减肥。为了吃你找的借口可是很多呢。我安慰自己，这是我的午饭。借口果然很多呢。穿越时间的距离，跟随梁思成、林徽因探寻中国古代建筑。人文计划讲坛，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山西行，我们出发了。对，然后就扑到你的脸上。这啥用啊？这啥用啊？演员上镜准备，上镜准备。你要找来这儿，别的地方不找是吗？火车终于到这个山西了，是我4个多月以来第一次出北京哦。这位是我们很兴奋吗？博士的我们同门的大师兄，最大的最老的，最有资历的，褶最多的，头发最少的，就是你。你有好我被鸟屎砸了，不要近距离的拍鸟屎了。在哪呢？头发上还有。完了，你今天又走好用了。这个可能是最高规格的，最高规格的礼遇，欢迎你。鸟屎直接给。这地方咋还能有鸟屎呢？我太抠了。你还穿了个白衣服。没关系，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不是，这是好运气。不要拍鸟屎了。运气是守恒的，一会儿就去买彩票了。阳光彩的评分，马上我就中奖了。让我们沾沾你的喜气啊！沾喜气，鸿运当头。万一有病毒呢？鸟的粪便是可以入药的，你知道吗？啊！我以为是车路过石头砸到我了。是他吗？是他吗？是他。
么大一坨？罪魁祸首在这里。我要去把它清蒸了。现在当地的就是推荐的人员准备要接我们去餐厅吃饭了，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刀削面，但我更想吃一只红烧的鸟。你为什么退课？你为什么要退课？我作为助教，我要对你发起这个抨击。为什么要退了人文清华的这门课？对，不要拷问我，我错了，我实在不应该退课，适合坚持下去。是和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有关系吗？没有没有。面对困难，不要放弃呀。好的好的。胜利的曙光就在前方。我错了，我不应该退课。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第一步，接下来第二步是如何？我首先意识到我这个是个错误，应该退课。这个是一个诡秘心跳。斌哥来说说实话，他为什么退课？我不是太知道他为什么退课，但我知道他女朋友，他这个期他和他女朋友都选了这门课，他女朋友先退的课，是这样，抗力。然后他没过多久，不是他，我是中途退课，我这个退课是不太应该，但是他是前第一周就退了，所以他不在，你就不想上这门课了是吗？也不是这样，我是爱情重要还是事业重要？都重要，都重要，都重要，对啊。换了一个衣服，跟那个的情侣装，然后现在准备去吃午饭，就开始下午的这个工作了。多拿几份饭。那首歌咋唱来着？忘了，找不到。等，就完蛋。创造营的公演还就看着这个。来一下感受吧，这个面有什么感受？山西的面果然很实在呢。你们看这个面条，真的又宽又大，大碗宽面，碗也很大，我的中碗。我们刚刚十个人，十碗面，十瓶健力宝，还有四五盘凉菜，你们猜吃了多少钱？才吃了150块钱不到。那在北京150，两个人就吃不够，两个人可能都有200-300，所以这边的消费真的很低，而且这个面很好吃。在北京待久了，突然觉得像这种小城市的生活也很惬意。你们看，那儿就可以看到山了。我们直接到上寺。看到了吗？我们就要去前面这个塔。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就是看着这个塔，然后以它为目标，就找到爬上去广胜寺的。哇，这真的是山路哎，小心点哦。我们特意选了这样的一条这个崎岖的山路，对。其实尽量的是寻找和体验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这个考察古建筑的这样的这个路途上的这个感受。探秘者，现在就是来到第一站，就是这个广胜寺。然后我们导师的节目明天要在这里拍点，今天算是来考察踩点。这个山门之后呢，这下子就要给你们讲一下广胜寺它这个历史，它究竟有多少年，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创建。寺院周围，对，它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柏树。飞鸿塔是它，还是有世界纪录的，世界上最高的多彩塔。这些琉璃真的太好看了，真的很佩服老祖宗的这个手艺，就是传承下来的文化瑰宝。我听到了很多僧人在里面念经的那个声音，因为我以前在那个台湾的佛光山进修过那么几天，就参加一个实践，然后也是每天起来，然后在念经。那么就是说，在他那个天人造贼里的人，就是对，就是正也有串，咱可以说也有。开了两个小时的讨论会到6点，我的隐形眼镜已经戴了整整一天了，就特别特别干。现在还要用腾讯会议来跟北京的同学，哎呦，开个会，有一个活动需要开会。那咱明天就定这儿了。尤其是后面这个戏啊。他那栏杆吗？对对对，栏杆。立马就一个。到下面去，刘哥。下面。那么这个围栏的话，哦，
结实的原料，而且是大胆的这个历史的原料。这东门旗衬托这衬此衬托这个屋檐的那中间的那个。终于看完了，现在8点多，然后准备去吃个晚饭，回酒店继续干。就三个门。现在回去洗澡，10点半了。学姐去洗澡，然后我等她出来。明天早上由于6点半起来，然后又要去拍摄，就去另一个城市了，去平遥古城了。所以，那今天呢，先洗个头，洗个澡，顺便还要洗一下我那个被鸟屎污染的衣服，真的太倒霉，还不知道能不能干。好啦，先洗澡吧。今天又是新的一天啦。